很久很久以前，延绵的海岸线上住着野柳女王与俏皮公主，还有俏皮公主最好的伙伴蕈状岩宝宝。他们成群成堆地围绕在公主与女王身旁，世世代代保护着属于他们的野柳王国。与俏皮公主们生活得很愉快，但是他们的烦恼一直藏在海洋的远处。那些漂流在海洋的垃圾，被渔网、宝特瓶、塑胶袋不断侵入他们的家园，让他们困扰不已。为了守护这个野柳城堡，金刚不断地阻止各种垃圾涌入进来，把金刚给累坏了。守护着野柳王国，不被垃圾淹没吗？经过大家不断的努力清理，各种海洋污染减少许多，好在城堡被保护下来了。野柳王国里的所有人都开心着举办盛大的宴会呢。让我们一起加入这场盛宴，好好欣赏这些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